每天的熏麻香是一直非常重要的一个精神食粮。感恩上人用了种种的譬喻、佛典故事，以及慈济人慈济事、慈济行，来深入经文当中，让弟子能够非常清楚地了解到佛法中的一个意涵。上人，您用生命在成就弟子的慧念。您进来说，看到弟子们有精进的时候，你也要很争气。让弟子在这里也发愿，跟上人发愿，弟子也要很精进、很乖的，将你的法依教奉行、吸收奉行，来集上人的气。上人常常说来不及了，心心念念都是弟子的慧命有没有成长？那我们真的很感恩上人不间断的说法。弟子其实也觉得时间来不及。因为人生无常，我们能够听法的时间有多久呢？真的是不知道。所以我们很珍惜能够闻法的时间，所以天天都来闻法，不断的希望透过不断的复习再复习，能够增加记忆。因为我是个普通生，不是个资优生，所以我要常常的复习再复习那希望这样子能够将法刻进心法，未来做到说法传法的使命。静安上人，我们真的很需要你。我发愿做一个争气，也能为上人争气补气的弟子。人脉的事，相信每一个人真正的熏法以后呢，把佛法以世间法都可以呢，会而为一贵体所不行，行为众生。意思就是要人人先走入人前，在人群中呢去体会世间法。所以佛法不离世间法，世间不能少佛法。另外呢，真正的要转世成智，谈何容易啊！但是呢，这样的智慧，我们是人人都具有，千经万论啊，无不都是回归到如来本性，这是我们的目标，找到自己真正人的本性，在佛法中呢，真正的把佛法转入在生命中的生活，在生活中的付出，生活中付出呢，那为人间生命中的贵人。这种一点一点啊，我们真正的发挥到了生命的价值。这些若不容易啊！慈济人呢，无众生相，无我相，也无物质相，总是大家付出，总归一句就是感恩，彼此感恩。没有大家一起，自己成不了好事。也看到了那样流浪汉嘛，我们却该抓起来照顾伊，那该过去的习气该改掉。现在总是呢，除了每个月给的生活费，我们还该抓起来呢去做环保。让他终其这个后半生会安心有后辈子的这一群人爱他，所以这种后半辈的一基础到这第一基础如何就真如何每天很开心，每天是真认真啊，我都来出车倒车倒回来就来分类，加减啊，轻头轻尾安尼。不管如何，我们来。
啊，乐天我到边啊，我学堂就来，要听那兄弟姐妹，大家都真好。还有呢，我们要共同的来关怀资深，我不希望资深的菩萨断了善根，断了善缘，还是呢，哎，不断接落去。所以讲起来，只要还阁会当做，一定的。哎，阿祖长啊，阿祖亲的菩萨啦、啊，是不是陪阮行一个？这一群资深菩萨，我们要用爱呢，再阁甲哭出来。较早咱是以哭的，起码话咱爱哭。资深的菩萨，哎呀，祖亲的祖长啊，来啦，换你来陪阮。我来去看个案，啊，我陪你，你陪我，再袂害吼老人老来啦，会失智，会失智，吼，会感觉讲我无路用啊。嘿吼，找无几个像师傅，感觉我还阁要做，我还阁要争气，我要争气，我自我争气哦。所以吼。甲师傅年龄差不多，因已经吼，拢感觉讲我已经做有够啊！我带来就是传承给恁啊！我吼还是认为我有一天，我再一天，我还要呢让法脉更巩固，要让我看到、听到，让我心安。所以吼，希望恁大家啦，哎，真正的回头来。接引我们的资深菩萨，他们年轻的时代是师父呢，专心为众生，四大事业哈，等在打基础。我呢，今仔日哪有便宜呢？咱哪有学校呢？从幼教而到大学到博士，这大学、医疗，还有呢？我们的人文，我们有这么多 的这个人文志工，能为时代做见证，为人类而写历史，这都是我过去的五十多年一步一脚印铺过来。资深菩萨呢，那个时代只是一直在打拼，一直在铺基础。那这当中已经四大事业完成，要多陪伴。那现在你们有空闻法，啊，也有能力呢，就是师父在讲，恁笔记都在那写。啊，其实呢，师父嘛真用心嘛，你们知影讲哦，每天来要听法的开始，看到的是师父很用心。好，那。绞脑汁吼，把脑汁拢直直伫咧教，还是呢为明仔载要讲的话，惊讲安尼讲，你们呢听不懂，还要让你们看得到、感受得到，这都是吼，还要啊，恁已经接到啦，啊，因过去呢无这个机会接，所以现在你们也有四大事业可做。也有华可闻哦，要很珍惜它。所以听法了后，回归到这个大慈悲为师，真正的开阔心胸，落实佛法在人间。那我们还要如何忍辱意？期待你们以身作则，人要有人相。菩萨要有菩萨相，然后，所以这都是很期待落实的平常的生活。总而言之啦，爱的能量呢，在法脉中来感受，感受法，佛法是那样的微妙，很深奥。从佛法呢落实在生活中，是那样的好用，在人间，在人间中呢去体会那一分的真正的什么叫做专实心地，六根六性的
在这个意识跟这个境界回合了后呢，要安怎样把迄个识转烦恼为智慧？师父安尼一行啊一行，一条一条，甲恁讲甲真清楚，一直到呢，那照镜不染心，那叫做大圆境地啊。唔只是讲哦，好大家人找到佛性，那还要呢对境啊，对境，但是呢不起杂念的心，这都是哦爱一步一步走。所以咱找到迄个源头，咱一定呢爱去走。